为什么这个蛋糕？海报上明明写着记者招待会，蔡英文还想闪，难不成一切不在掌握当中，让蔡主席很没安全感？跟在他身边的幕僚也得战战兢兢。是不是因为台湾发生一些事情，跟吴建福跟陈仪之间好像有些三角关系？陈其迈坐在一旁写资料，咬耳朵，赶紧帮主席补充重点，就怕蔡英文 hold 不住场面。记者问着问着，小英冷不防就对着幕僚来一个随堂测验。有一家不是很大，但是生意很好的早餐店。哦，那早餐真的很好吃。那个祥惠，那个是哪一个 Avenue 跟那个 Central Park 的交汇点？那个蔡英文最爱的早餐店在哪？考的是纽约街道位置，就算远在美国，贴身幕僚也得知道，方便加深彼此之间的默契。不过如果有人犯错，也会马上被纠正。不是国务院的声明，那个是国务院的不是对那个回答那个英国的办公室的他的口头回答了。国会议员发的信无稿就是不能说成国务院，简单的政治 ABC 没有出错的空间，抓紧小细节。蔡英文很坚持，该控制的一样也没少。原来危机解密真的不是假的。中新闻王群立桥纽约差不多。